您好，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我是黄家华。高龄82岁的日本天皇明仁日前传出有意生前退位，由儿子德仁亲王继位。若此事成真，将成为日本皇室200年来的创举。近年来，明仁身体不佳，他曾表达若不能升任工作，则不惜退位的想法。但天皇提前退位，牵一发动全身，必须修改现行的皇室典范。修改内容还需经过国会讨论。据了解，目前日本政府已开始着手进行修订典范大纲等事宜。根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高龄82岁的日本天皇明仁有意在数年内让位，也就是生前退位，由皇太子德仁提前继位。若此事成真，将是日本皇室200年来的创举。天皇明仁曾经表示，若不能升任工作，则不惜退位。但日本政府认为，只有让天皇退位的想法得到国民的广泛理解与认同，才有可能就生前退位展开讨论。因此，宫内厅计划近期安排天皇亲自表明退位的想法。昨日新聞でニュース等で拝見しましたけれども、近年ご病気をされてましたしね、それも大病でもあるんで、もうそろそろ、ご無理な日程とはですね、よろしい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まあ、ごゆっくりとご静養され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另外，现行的日本皇室典范中只有记载天皇驾崩时皇嗣立即即位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注明有关日皇退位的时间。因此，若天皇明仁有意生前退位，日本政府将必须修改皇室典范。据了解，目前拟定于12月23号天皇生日前后汇总提出修订大纲。若天皇明仁退位，56岁的德仁亲王是日本皇室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他与妻子菲雅子育有14岁的爱子公主。至于德仁何时登基，是否有所变革，让皇室呈现新气象，都是瞩目焦点。中央社综合报道。第二届堂长汉学奖得主迪百瑞，毕生研究史学与儒家思想著作等身，他引领了东西方学术潮流，获得堂长肯定。堂长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在公布第二届得主后，展开拜会行程，邀请获奖人出席9月的颁奖典礼。陈振川在纽约拜访迪百瑞时，代表基金会向迪百瑞的杰出成就表达敬意。不过，由于迪百瑞将届100岁高龄，不便亲自赴台领奖，将由女�儿代表出席。高龄97岁的迪百瑞，从1950年代至今，花了近一甲子在教学和研究。他重视中国思想与文化领域，改变了美国及西方社会研究中国思想的方式，备受同是研究汉学的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余英时，也是首届的堂奖得主大力赞赏。余英时更谦虚表示，以迪百瑞的成就，应该在上一届就获颁堂奖。我觉得是他是最值得得堂奖的一个人，因为像汉学，他在美国发生世界上发生的作用，巨大无比。1950末以后，这个德贝尔先生在美国汉学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把整个的典范 paradigm 都改变了。这个改变以后，我们才这个注重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思想、传统的宗教、哲学。I'm very appreciative of anything that he credits me with. There's no better judge than he. So whatever he says, I'm very much impressed and appreciate. 堂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也表示，汉学大师余英时的肯定，为迪百瑞一生对汉学及世界文明的贡献做了最佳注解。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报道。中央社记者中央社雅加达来自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采访报道。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连四天在中西部大城克里夫兰举行。纽约地产大亨川普先前赢得党内初选，确定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反川普的群众也如影随形，全大会期间在克里夫兰街头示威，抗议川普针对种族、性别和移民等议题的不当发言。Trump's problem with women, he treats them like they're a piece of ass. I am more than a piece of ass, Donald Trump. Mr. Trump seems to have special hatred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picking strawberries and apples and doing jobs that no American would do for very little money and long hot hours and he wants to get rid of them all. And then what? I don't think he represents Republican values any more than I think he represents American values.其实不止共和党全代会场外，场内也有反川普的势力。反川普派一度要求党代表无需依照初选结果，提议重新记名投票，但反扑不成，反倒引发各州党代表提前表态，挺川普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的支持者希望他带来改变，促进美国经济和安全发展。I think that people feel that economically the country is not on the right track. Most people are not benefiting from the economy,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statistics show improvement. I think people wanted a candidate that would bring change, and Donald Trump is that candidate,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bring change. I think he's going to make America safe. All women want to be safe. All people want to be safe, and I believe that's going to happen. It certainly hasn't happened in the past.川普以素人之姿踏入政坛，多次发言引发歧视等批评，却能在党内初选一路过关斩将，快速崛起，显示美国社会对体制内的政治人物集体厌恶和不信任。美国总统大选11月8号投票，川普代表共和党和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蕊·克林顿一决胜负，能否上演全球最大政坛惊奇，各界拭目以待。中央社记者廖汉元克里夫兰报道。大家好，我是国际姐姐小 S。 艺人小 S 结束康熙来了节目后赴大陆主持网络美食脱口秀节目，日前在发布会上，小 S 造型完全符合节目主题，脸颊画上草莓，上衣穿着西瓜图案，挽着制作人王伟忠走红毯。为了配合节目主题，主办单位邀请3名小鲜肉男神端上美食给小 S 品尝，但小 S 对男神的兴趣似乎高于美食，现场就吃起小鲜肉豆腐。喜欢的功夫就是饮食清淡一点，但重点是他长得实在是太可爱了。小 S 登录开心节目，好友们纷纷录制影片为她加油打气，连前男友黄子佼都大方献上祝福。小 S 说，新节目会比康熙的口味更重一点，会把握快狠准的原则，让观众回味不已。这个节目的话就是线上节目，它可能就只播放40分钟，所以我希望让观众看到他们最想看到的画面，然后听到最想要听到的问题，就是快狠准。然后好笑，然后看完觉得，怎么快没了？我希望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会更口味更重，很 happy。雪梨一老婆还赚了这么一大堆家人，多好、啊！被问到新节目是否会内举不避亲，邀请姐夫汪小菲，小 S 打趣地说：“他不是我的男神。”央视记者尹俊杰北京报道。东协外长会议21号起在辽国永贞召开。预料将聚焦刚出炉的南海仲裁案。这份由菲律宾政府提出的仲裁案，最终判决结果严重损及大陆利益。北京当局采取强势的捍卫行动，可能导致中非关系更加紧张。而在东协国家中，辽国、柬埔寨强力挺中，泰国、马来西亚态度暧昧。因此，各国会后是否发表联合声明，
或集体向中国大陆施压，将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我是黄家华，我们再会。